不是裘倩。哎，今日萧雨啊，救宋三娘的事情，在女学那边也议论不止啊。哎，对呀，那球踢得太漂亮了。是，那球怎么进的我都不知道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对。三娘，周师弟，嗯，今日比赛之后，我都没来得及问你，你还好吗？谢三娘体恤，我没事。真的没事啊？嗯，没事就好。三娘找我来是有何事啊？哎呀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没事就好，我也不用准备什么长篇大论什么的来安慰你了。这那，总之，永远是我心中的第一大才子。多谢三娘，你有心了。三娘是还有其他话要说吗？大晚上不回山舍，和南学子在这瞎逛什么呢？三娘子，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如此，三娘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可是我还有话没说完呢。回去吧。